啊，我也随时会摸一下，啊，因为你要注意这个荧幕在照你，内衣不要跑出来呢，啊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让别人愉悦，不要有不对称的心态、语言、声音、外表，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对称，让别人起了分别心都不好。所以呢，佛陀的声音融入在众生，你要这样观想啊。地狱道、恶鬼道，佛陀的声音啊，以法沾心，灭诸烦恼，让对方身心极静，永得安乐，还给他超度啊，对不对？永得安乐。所以十三继续念佛子，譬如比丘入片处定，于一切物皆作地解、水火风解，以如是解摄持其心。修持之人亦复如是，以持圣解庄严摄持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看不起小乘的禅定啊！这些老师说，我自己修过地水火风遍处，其实真简单啊，会专看得到拢变会安尼一样，这个就会达到平等，叫火遍处、地遍处，哇，所有的地方都变成坚硬的，哪一天变成净土？片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先这样观求，破除一切相。我说它是花，no；我说它是火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；我说它是风，我说它是地，我说它是水。因为修片处观，就是说让你达到，因为修小乘，他就是不希望你有贪嗔痴分别；那修大乘呢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都是我父母，众生都可成佛。那你要这样修。那小乘是修片处，他们有修40片处，40种方法。那你要实修，要实修，那至少你现在不用修40种，修4种就好。地水火风，你起码你个观想，这间厝本来是一个风，这间厝你都别进不了啊，它随时都在瓦解的状态。就像我们这个片处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水组成的。会蒸发掉。我们的身体是火组成的，它本来也会灭掉。我们的身体是风组成的，所以这个叫片处观。片处观不是光物体，所有人事物都是风这样而已。那风本来就是幻化的，所以供水很容易开悟，讲所有东西都变成清净水。所以要以此了解摄持其心，那这样来修片处观。那修持心的人也是这样。我决心对所有众生慈悲，让其快乐。所有众生都对我有恩，没有众生对不起我，都是我过去对不起他们的。以持圣解故，庄严摄持什么？摄持你的心。如果你的心永远在持心，心永远在发光，你快不快乐？别人看到你也快乐，因为你随时在发光，表现出来就持心相。所以有时候我看人家合掌就。哎呦，这个人不要惹他！为什么一个秋龙的怕狼呢？那个手就显现一个嗔恨相，这些秋姐啪啪哐，那一种哎，你那种手相看得出来，那个眼神看得出来，眉毛也看得出来，了解吗？你看后面头发，哇，这些就拍出去，嘿，头张那顶起顶哐哐，跟他剃顶啊！哦，因为他的相由心生，但是。你要修慈心，你要一直观想它变成佛的心态，相就会改变，但是各位一定要以这个慈心来庄严，再能够把持，也能够度化众生。读到现在重不重要？太舒心了。所以呢，最近有一位法师啊，我已经讲了很久啊，没人要来读。你要读大藏经吼，阮三顿给你供养，叫包括消夜。你都好好读啊，读大藏经我读3个月 ，OK， 3个月供养你。我 摄影机也给你投着，看是你咧困啊，咧创啥物啊？你哪咧困，拢无咧修行，就无变动，你就慢慢啊，家己啉水。你哪咧修行，逐工都照3顿，我甲你补安尼啊。因为你咧看佛经啊，你咧修行啊，个写出来好文啊，个咧。我刚盖好温天啊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因为现在的人呢，喜欢跑来跑去，不喜欢读经啊。也不是说读经
光对而不做事，而是说你已经修了这么大福报，承担家的人大家都肥晒晒福报都修修大呢啊，但是呢无啥智慧就有影啦，无咧禅定智慧，所以起码就爱看佛册，对不对？爱看佛经，啊，袂了哇！我逐工念地藏经，念到要烂去，结果也无，拢无了解。你无了解地藏经的意义，表现出伫个你的这种地藏本愿的行为，你去看八种经嘛无？那边你执着啊啦，你执着你就看无八种经的。所以我也希望每个法师真的要慈悲啊，多自己深入经藏，多观修。然后呢，咱来带信徒，带互因了解佛法，了解吗？啊，修福报，咱拢也要修持戒、布施、奉行、演讲，但是即马真正爱修智慧啦，啊，要双管齐下，这个不是花很多时间啦，啊，所以第十四，佛子当知此修持者，乃至未能离于分别，未能不起我所见。常得六种梵天之福啊！佛陀又说：“哎呀，弥勒菩萨，你也知啊，有真正人咧修诸心呐、啊，就算伊无法度修到无分别的空性啊，嘛无法度修到讲叫人卖去我啊，乃至我所的这种见解，但是伊通就永远得到生梵天六种梵天的福报，安尼啦啊！所以各位呢啊，这个。”玉皇大帝有七种福功德，那梵天有六种福报。意思是说，你跟他常常这样修诸心，就算你没推进空性，跟他多多，实在说啊，天主教的神父修女有修到这个，有修到这个，所以他们一定要灵修。然后呢，你安怎善恰安怎拜，不管你什么人，我都没对你好，这样啊，我都没说神爱世人，我没对你好，所以真正他们修到那个阶段，就有六种梵天之福。所以老实讲，这一点，像我去欧洲、美国回来，我也是在检讨。你去欧洲、美国看，你风景有水不？我嘛刚刚草啊的就水，像咱草啊是杂草啊呢。哎，那河水那遐水，啊，那河拢超高啊呢。哎，那海边，那海边有没有强了？因为海边啊，那没什么波浪呢。啊，哎，那礁啊嘛就水，海鸥遐大只呢。咱家是乌鸦和这样的啊，奇怪，那天气嘛不赶快，天空嘛不赶快啊。像我这一次去美国亚利桑那州，那是大沙漠呢，大沙漠呢，连沙漠的山上闭关，结果看哇，天顶星星和你这圣美王跟他叠的头壳顶啊呢，晚上那个晚霞像火红啊呢，啊。那为什么这么漂亮哦？我来记得伊弄在打坐，咧打坐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是过去印第安人在禅修啊，他们还说印第安神还在那边打坐啊，所以他们所现出来的世界感受就感到这么清净。这是因我过来，我在快点，你不要干扰我啊，你都喝。他们一人隔一块，隔一块。我去的那一块有十家，十家，十家挂起好一间厝。偌济钱呢？20万美金，要来买我？住喺大沙漠，住喺大沙漠呀！哇，十家的地啊，厝起好好，人家卖20万美金，我们在那边闭关啊，连咪有兔啊，连咪有狐狸，连咪牛啊来，野狼嘛来，要偷家，所以还个小武夷之类的啊。但是、哦、因为他们喜欢禅修啊，所以。表现的那个境界，就像各位，你去西藏看美不美？美，因为他们喜欢闭关嘛，啊，喜欢闭关的地方，那至少他们有这种清净的福报啊、所以各位爱点点安的修啊。第五十五，如果进一步又能够按照佛教的智慧来修，念一下：若舍分别离我所，此则名为广大之持。先世以来，所有罪障皆得除灭，不久当证无上菩提。哎呀，我们懂得打坐修慈心呢、啊，那进一步又能够思维空性，啊，离开分别。所以各位爱练习习惯，要修片处观，慢慢离开分别，慢慢又了解空性。那你要不要被这境界所转？后后拜拜，
拢是暂时的存在，所以根本都无一个我，嘛无一个我所拥有的，嘛无一个利益，甲我害你啊！常常家己安尼讲，啊，常常安尼去灌输啊。但是你若无境界，你乃在脱去我甲我所，所以你要有境界互你。我身躯咧破病，你身躯那也袂破病，大家嘛会破病。这身躯在做主人呢，破病本体嘛是空性。你也甲家己安尼讲，你就袂分别讲，要健康，惊破病。其实愈惊破病，破病哟。环境在做，同好你惊我，何你破病啊？啊！伊知影你的念头，迄个鬼神拢知影你的念头，魔鬼佫知影你的念头。你咧惊什么？伊就下性命甲你讲。但是你若无咧惊这個，根本就无一个我咧，互你欺负，伊就离开啊！啊，众生拢是同款，跟那莲花生大师讲的，有鬼哦，有鬼哦，来，吹开开，安怎？我要甲你跳入去啊！互你吃啊！对我来讲，你嘛是佛，啊，对方就无去啊！啊，你认为他是鬼，他就变鬼；你认为他是佛，他变佛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能够舍离分别，离我所，而且各位一定要观修。也就讲，你相信我拄到任何一个代志，这拢是因缘所生化。既然因缘所生化，拢是咧消业中，本体是空性，无一个你，无一个我，无一个真实痛苦的存在。你常常安尼去想，去做，那安尼你就可以得到广大支持，迄力量太大了。一个太阳甲一亿个太阳，迄无都比啦。啊，你有一亿个太阳的力量啊！所以太阳一出来，慈心广大慈心出来，所有业障罪障都消除，完全这诸东和你感动啊！先世以来所有罪障皆得除灭，要不要修？赶紧，你没有除灭哦，你无修哦，你无咧怕表啊！而且呢，不久当证无上菩提，要不要赶快成佛？你说长久才证无上菩提。哦，你是来，你想那边长长久久都要轮回，你那么开扎醒佛呢？那你们叫慈悲众生就感慨啊！所以各位，佛陀教这个方法好不好啊？第十六，佛子，一切菩萨皆因如是修习慈心，如以修持，名为慈者啊！所以希望各位以后的名字叫你叫什么名字？慈者。我修诸心的人，没有众生快乐，和众生看到欢喜上。啊，拢没有这种习惯，所以各位你安尼知影，你来去厝诶，放一张弥勒菩萨的相片，大颗大颗山上古仔，你看你要拜多一尊呐、啊，啊！但是你要想到伊就是咧修这主心三昧快乐心，所以弥勒菩萨叫快乐心，咱这种惊天爱修这种快乐心，啊！但是佛不是光弥勒菩萨说啦，对所有菩萨都应该这样说，要这样去做，千万不要被境界所分别了，也千万不要批评什么。所以第十七，佛又告诉我们：来，佛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得闻此修持经者，一则能消灭无始时来诸恶业障、迷众病恶，为一切人之所爱敬。来，爱破病的请举手。那今晚我们刚举手啊。我要跟你讲，你就是无慈悲啦，莫怪你的病未好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报啊，能够听到这个修持经哦。所以这段各位你得赶快读一遍，啊你一定要串习它，练习个就好修啊。然后你的辛苦已经安尼光彩啊，欢喜啊，啊你甲别人讲，你要快乐哦，你要消业障嘛，特别是一贯道啊，对不对？真爱弥勒菩萨的呀、啊。你要用这个道理来讲啊，所以你若安尼修呢，第一则能消灭无始劫来所有的诸恶业障碍，离众病恶，煞袂破病。咱来比赛，我想卖破病有无啊？看你修了安怎，我倒来直直困，直直吃，看也袂破病咩呢？嘿，不是慈心同样的，离众病恶，为一切人之所爱敬。你发觉大家足爱亲近你，足尊敬你，安尼你唔叫我都度化众生啊！希望各位后摆来边啊，第二十个给你破掉了。为什么？就阮老师，阮那对较好诶，安尼啦啊！这是主人互尊敬，唔是扭一条。你来听我诶，无法无面子，迄个无共啊！啊，所以各位呢，
自自然然别人喜欢接近你，为一切人狼的安，何况天神呢？恶念下，于其中间或至临终，必得奉见十方诸佛，及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获得三昧，获得法忍，获得入于陀罗尼门啊！所以各位，你对今天开始修这个慈心呢，你在修的当中啊，那一集就算你往后一种看法，你命中一定看得到，必得见奉见。能够侍奉看到十方诸佛现在你面前，很多祖师大德就在打坐的时候就见到十方诸佛了，啊，真实的证入初地菩萨的时候，你很容易现见十方诸佛，甚至就算你没有这个因缘现见十方诸佛，你会感受到当你在打坐的时候，诸佛都在你头顶加持，啊，你会永不退转啊。所以给予不但佛在你面前，而且呢每个时候都生出来，哎呀，阿英啊，你别醒过来啊！所以呢，给予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获得入三昧。入三昧那种状态是没有自己的，只有法啊。但是你证什么三昧？只有慈悲，只有智慧啊，就是完全融入。有一点像各位在打坐一阵，算没记得有辛苦了，没记得在什么所在。啊，跟他完全在那空性里面，在地位里面，在佛经里面，境界里面获得法忍啊，你真正证入这个空性，证入这个法。所以什么叫法忍？有很多种。孙悟空佛说不要生气，修慈心，你真的证入了，你不再生气了，你只有保证这个也是一种法忍，你能够安住在法而不被分别境界影响了，获得入于陀罗尼门，总持一切啊，就像你那个，我们念任何咒语，佛经拢会下功。这个咒语有什么功德？什么功德？了解吗？啊，有的人讲真假吗？我没感应，因为你还没有入陀罗尼门嘛。啊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按照经典所说的去念这个咒，所以为什么叫显密双修？你要念大悲咒、药师咒、往生咒，都要显密双修的啊，然后你就可以达到这种圆满次第啊，入陀罗尼门。第三得到什么？来，其心安稳，无有死位，拢未惊死。你起码坐车顶哦，佮鬼比说比说那样，那就啊，这个生死啊，一切拢是我，咱有法度超越的。乃至你有信心没问题，这台车根本弄了，我只要坐起拢未受弄啊。因为你对法的信心，你实修的信心，所以你有法都安定。这些人在赶快没有问题，师父来了 ，OK， 您讲的你听不要紧，母啊替你念七遍药师咒，你绝对别听，安尼啦。啊，那么不接法地兵啥说，哎，就别听，阿爸也对母啊足尊敬啊。啊，因为你有在修慈心，你对任何一个教法会有信心啊，所以。不但的话就救别人，然后就救自己。第四，来，永离一切诸恶道苦，必生清净极乐佛国啊！所以各位修慈心，调伏自己，多打坐观修，而且能够消除我执，必定永远不会有恶道的痛苦、现世的痛苦、来世的痛苦，毕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第十八，佛子。譬如有人于三界中盛满七宝，日以三时奉施如来，尽于一劫，其人功德应知一耳。何况有人修习之者，假使无量诸佛如来于一劫中说其功德，犹不能尽啊！所以各位今天听到这个修持经啊，那佛陀说了，假设有人在整个三界里面，从最高的无色间最低的无间地狱都装满了，三界中装满了七宝琉璃，一天三次一直去供养所有佛，尽一大奇劫的供养，这个是代表没办法形容的供养。那这个功德大家都知道功德很大，那何况能够修慈心的人，那慈心的功有形的功德像太阳，了解吗？无形的功德如阳光，阳光啊太厉害了
太阳看着小小，这叫有形的功德。但是你能够修慈心，那阳光遍照，那没办法形容的啊。所以，假使无量诸佛如来于一劫中说起功德，所有佛讲修慈心定的功德，没办法一节也讲不完。所以大家要不要修慈心？我们来比赛啊！以后修得好的坐前面，修不好哔哔哔哔，请到后面去。 <笑>你还不到那个阶段，请这这，给我直接电话，还逼，在后面，啊，那是各位武阳公，您讨钱嘛，那逼我拍谁哦？啊，你不能生气啦，你不能再怨恨什么事情啦，没有人欺负你啦，只有你欺负别人啦。各位安安的修，修慈心一定要决定这个，而且呢。 刚刚他讲，每一个毛细孔都是七宝琉璃，都是一个圆满的虚空，你真的要观修啊。那你事实上，每一部佛经呢，都是我们实修的一个根据。所以各位要不要看经典？哇，你不看，你真正刚刚自己就浪费生命啊，而且呢，也不会太困难，也不会太困难。所以那也希望每个法师呢。 多多的看看，因为佛经写呢，你看一遍你不懂，那我再看一遍，再不懂我再看一遍，你一定会懂。为什么？佛陀都是这样，当你很想看懂的时候，佛陀就一直给你充电。诸佛存在，他就是希望你能够懂，佛加持你。啊，你不能说这个没人讲过，但是你有心要实修，佛遍一切处，佛无所不在。 啊，这个就是一种信心，就像一个人说：“啊，我师父不在，师父哪有不在的？”啊，就算你的师父往生了，你对师父有信心，这句话看不懂，师父就来跟你加持，师父会让你懂。那何况是佛菩萨？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怕看不懂佛经，就是不要找借口，是你不想看，你没有认真看，你没有按照所看的去思维，所以。 那我们法师一定要做模范了，这样去看。既然你们愿意出家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那看了以后，深入浅出，讲给别人听啊。那我想，我们把这个护生园这个小小的工厂，现在弄得越来越庄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是要讲法、办法会啊，唱炉香站，唱扬子净水站。 一定要深入三昧，一定要好好观修，啊！像我都点了点幻想过，以后你们唱哦，我老和尚就坐在那边，看哪一个认真唱，唱到已经进入那个境界啊，请站前面一点，啊，让大家学你啊。那在这一点，要实修。 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；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 1996-5232，1996-5232。 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。疫情期间，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。如果感受到焦虑、担忧等情绪，都是很自然的反应。多数人都能够慢慢的自我调适。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，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， 感到孤独、烦闷的时候，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。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，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。如果焦虑、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，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。
让我们互相支持，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。我们要深思身体，身体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善用你健康的身体，多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。你能够你到处去帮助别人，就代表了你本身存在的价值，也因为你能懂得去跟别人这个互动啊，你能够跟别人互动，就代表了你能够跟善用你的身体去跟广结善缘。新闻，嗡嗡！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道妈妈的爱——秋季豆包。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道野味食材是秋季。那看到秋季呢，就想到妈妈。妈妈的拿手好菜就是秋季叉岛包。那我是护理人员，妈妈帮我照顾两个小孩。那他们的早餐呢，就是青梅配秋季。那小时候他们就很会称秋季，那我就觉得很神奇。那也很感恩妈妈，就是照顾小孩，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认真工作。那这一套菜呢，很简单，也欢迎大家来吃素哦。好吃。Thank you.
佛法